繁华背后，你我他的故事，真实而贴切。中国的二婚其实还是要物质来铺垫，就是相互之间六个板。结了婚之后住哪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这样的生活规律大概维持了两三年左右。亚洲社会现象，你是否也有共鸣？印象亚洲11月11号起晚上9点，通过优频道与 MeWatch 同步观看。